睇翻睇翻呢度定係澳門嗰啲啊？梗係香港啦，係咯，士當真，係咯，士當真啦，中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虎年啊，祝大家咧就龍精虎猛啊！今次你有啲咩説話想同大家講咩？咁啊，祝大家身體健康啦。咁啊，不如其他嘅台前嘅朋友一齊都講下啲説話啦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叫小寶啊，咁新嘅一年祝大家越揾越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珠寶啊，希望新嘅一年咧疫情快啲完啦，我哋可以快啲出嚟食飯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識啊，咁新一年祝大家可以早啲出國，早啲去旅行，早啲去玩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Amber， 咁祝大家今年大豐收，袋多啲錢落袋。Hello， 我係 Miwa， 祝大家學業進步，身體健康啊。好。Hello， 我係 Kat 啦，咁祝大家快高長大。咁事不宜遲，就去表演咯。六個人坐在這裡做些什麼呢？當然是吃這個團年飯啦，但是吃團年飯真的很悶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有個遊戲需要玩的，我們今天玩的遊戲就叫做 Check 味，有話說不得，到底怎麼玩呢？不如我們看看個遊戲規則先啦。每人额头有张小卡，游戏途中如果讲咗小卡上嘅文字或者做咗嗰个动作就为之输。我哋系有惩罚噶，咁边个讲中咗咧，就要俾我画面啦。好惊啊！事不宜迟，我哋去吧。你点解只叻过系咁嘅？你都系啊！喂，大家食嘢啊！食嘢啊！我想問一下大家咧，新嘅一年有冇啲咩目標啊？首先就希望我哋 Popcorn Channel 就過1000訂閱先啦。我就希望新一年真係大家可以一齊和氣啦。係咯，可以一齊出多啲零蛋啦，同埋疫情快啲過啦。頭先都講咗啦。輸咗。嗱喺佢哋畫嘅期間，咁我又講下新嘅一年嘅目標，就係我哋 Popcorn 會越嚟越好啦。祝我哋新嘅一年全部 Popcorn 嘅所有成員都爆紅，個個都紅運當頭。好嘢！都係希望我哋 channel 可以過到1000啦，咁啊同埋可以有多啲人同我哋合作啦，可以同埋上嚟做嘉賓玩下一齊咁樣。同埋揾多啲錢，最緊要呢樣嘢揾多啲錢。同埋有廣告節，耶！同埋我快高長大啦，通過曬你全部。你好啊，中咗。你咩噶？中咗。咩快高長大？你啊，你有冇啊？新年目標係Popcorn爆紅。咁你有咩目標啊？哎，唔好講咁多住，等等先。好快啊！你係咁問我。我作新俾你。不如咧，其實咧，我見過。譬如可能講嘢食嘅味道啦，跟住之後我哋一人講一個。咁我不如講味道咯，好唔好啊？講咩有咩味道嘅味？鹹啊嗰啲咧，鹹酸苦。我最唔中意食苦嘢。你中唔中意食甜嘢啊？我中意食甜嘢。你中意食咩啊？好多嘢。唔係嘢食啊，即係中意食鹹酸苦甜辣。我呢個 OK 喎。我想食個炒飯啊，唔該。可唔可以自己落？好甜啊！我覺得。喂，你係咁食？好靚喎嗰個。我覺得係應該關味道事嘅。幫我發幾粒點咁樣。新的一年我們肯定有很多新的目標，好像 Cat 所說，你又想很多人合作，想找些人回來合作，那你說一下你想跟誰合作。我很喜歡看 KB 那個玩法，有機會我真的很想給他玩一下，不過當然他通常是玩一些認識的人，不介意的話我也想認識一下他。
佢煲珠宝。嗯，点解嘅咧？点头吓？咁如果你话最想啊，咁最想梗系我成日睇开个地方嚟噶。睇翻睇翻呢度定系澳门嗰啲啊？梗系香港啦，自当真系咯，自当真啦。中咗，我买个台湾租所。咦，你個人唔住笑係咯，中咗，你嘢又使我恨愛人？點解啊？通常都係問你依家做緊啲咩啊，收入如何啊？嗯，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收入係幾多都冇所謂，我覺得自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。嗯，最唔中意啲長輩成日問我咧，你出嚟做嘢未啊？但係你都 OK 先，佢咁問你。都 OK 嘅。我諗都夠唔夠嘅。我個水壺都幾萬。但係水壺佢嗰個水壺幾多個啊？好勁啊！我真係以為你嗰啲嘢啦。二嘅。誒，我個牌好多。